係啊，陳嘉林議員，你又有特別嘅要求？我覺得而家我哋處理緊嘅係議事規則裏邊咧，主席主持會議嘅規定嘅。咁所以咧就唔應該咧喺度辯論緊咧，到底以前係點樣做，或者而家應該係點樣做？既然間主席你已經決定咗咧呢件事咧，交翻俾委員會嘅決定。我認為咧，陳偉業議員提嘅呢一個嘅動議咧，就應該直接付諸表決，等大家去決定咧，你應唔應該繼續主持呢個會議？好啦，我嗱，主席頭先唔係辯論嚟嘅，主席頭先你嘅裁決係根據一個事實，一個質疑你嘅事實嘅裁決啊嘛。你可以停，你要講清楚俾我聽，你嘅裁決係基於咩事實去做呢個裁決出嚟噶嘛？我唔係討論，亦都唔係辯論。剛才再重複一次，請梁議員你收聲啦。嗱，本人認為本委員會討論嘅依項議程嘅項目咧，係由本人主持。並冇不妥，亦都根據翻而家嘅議事規則咧，我係有權交付俾委員會作決定嘅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哋喺任何嘅議事規程係邊一條有，如果依個安排有不妥嘅地方咧，你哋可以提出嚟。否則嘅話咧，作為主持咧，我哋係安排交翻俾委員會作最後嘅表決決定嘅。